我记得你有跟一个女神有演过床戏的，嗯，对，是谁？是谁啊？徐若瑄。现场有清场吗？有清场吗？当然没有。啊，就留导演、摄影师，你们两个人。人家国宾哥看到笑脸，还是真正就演导呀？演过金城武，我们有图。真的很帅，超级帅。你看光，金城武哎，这金城武嘛，还国宾哥嘛，好啦。哦，哎呦喂，好帅哦。大家拢看国宾哥咧搬戏啦，不管演的反派，正经也好啦吼，就是唔知你到底是安怎跳出来？哦，我跳出来。哦，我上早头一拍戏是咧足久诶，伊当阵囡仔屁啊，为中泰宾馆有一个叫 Kiss 啊，对，有一个什么叫创新，啊，就叫我去演，伊当阵就去演迄个，他这已经想念的季节啊，寇世勋啊。哦，伊个童年呐，唔知可能大家袂记啊，吼，无啊，即后来我就退伍了，就去参加迄个台式歌唱训练班。喂，今日敢那演过什么梅花一弄？无啦，三弄啦，梅花三弄。到底是几弄啊？啊，有一弄、二弄、三弄啊，唔是咧，厝诶三弄啦吼，梅花三弄，大家有看过无？哇，梅花三弄，其实我上早是拍天眼呐。天眼，哎，台式单元剧天眼，警匪片嘛，哎，对，而且我记得你有跟一个女神有演过床戏的，嗯，对，是谁？是谁啊？啊，你倒说啊，苗可丽啦，不是，女神，不是，你要告诉我哪一部？你要切瓜酱花艺啦，徐若瑄，哦，床戏耶，徐春吗？没事，我是认真的做工课，好不？认真做工课啦。认真的工作，我无讲安怎啊？恭喜一出吗？啊，现场有清场吗？有清场无？当然没有。啊，就留导演、摄影师，你们两个人。人家国宾哥看到笑脸，还是真正就演导呀？演过金城武？无啦，那有可能？演过林志颖？有啦，有。我们有图。真的很帅，超级帅。你看光，金城武哎，这金城武嘛，还国宾哥嘛。好啦，哎呦喂，好帅哦！你看金城武冠军，还有人看过不？校园敢死队有哦，真正有哦啊！不啦，这有试过不？唱跳，好啦，唱跳，我唔是跳，我哪有可能唱跳？我刚才唱歌就平平喘，然后去唱跳，嘿嘿，我好多，我是的，真的，我是本来红公啊去唱参加 MV 的表演啦 ，MV， 哎 ，MV 啊，结果本来是讲。好啦，啊，做内面的迄个 MV 的主角嘛，一个角色，结果讲我爱跳舞，哇，看起来跳舞头壳拢麻，你知无 ？MV 最近的吗？哎，最近。跳了实在是在，伊袂歹啦。你确定你有跳？我有啦有啦，我有摆动作啊，摆 pose 嘛是算跳啊吼。你放在迄个福建做了袂歹。动作一开始，我刚刚国宾哥做严肃，结果发现其实国宾哥只是面恶心善。我那也面恶，因为你面恶鬼，因为你拢 M 派人较济啊。哎，我有个提议啦，和国宾哥。噶，这可丽姐能跟我个对看嘞！哎呦，哇 ，PK， 哦，好看呢！哦对哦，啊对看，背对背，然后转身对看，准备好了没？预备备。哎，你刘海要先提起来啦，你刘海我就落。刘海帮我眼神什么？也和你边要做高追的。一个你弯啊我，预备备 ，camera。笑死我！做鬼有关，就是演啥物啦？他没有拒绝，我以为我就是伊的，因为你白啦，不是，伊惊一个白虎，白虎欢迎啦。我讲你做欢迎，我知你袂哩，你就搞笑版。